那目前自己不适应的状况，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的比赛部分？来到这边其实也不会说就是不习惯，因为其实跟那时候亚运的状态的练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就是丢球吧，丢球感觉其实也不是太不错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尽量把自己调整好来到比赛。那昨天有丢吗？还是今天？昨天有丢一下类似那种，然后就是可能感觉在找一下。那一样又被清点为脑抗寒先发，对。就是把自己做该做的做好，这样然后球压低，让他们打不好。